先放出来给大家看，它的长度大概是这样。我160，然后是可以盖住屁股一半这样子。然后它是一个杏色配一个深咖色的条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样子，有点小高领，但是它又不是会让人家觉得压迫的那种。看一下它这边都还有空间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拉起来。一定都会有人问说，我穿条纹会不会显胖？完全不会，因为会显胖的条纹就是它可能很密的，就是很密的条纹，然后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整个也一起拉宽的。但是它这个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是做这种比较宽间距的一个条纹，所以它反而会让你的比例看起来更好，然后一样是不会刺，然后它是做一个比较这种，给你们来看一下，弹性非常好，然后是稍微有一点磅数的针织，然后也是你看不会不透的。它可以穿到什么尺寸吗？给大家看哦。我觉得到 XL 不是问题吧？对，因为它的弹性非常好，而且它这边应该是有做一个，就是有预留一点空间给大家。然后脖子这边也是不用担心会勒会紧不舒服。这个颜色呢，其实它跟佩佩这个就是它是带比较多灰色调的，对，有点灰性灰性的灰性的。然后佩佩这就是杏色。然后我就是偏有点叶脉灰，然后我们都是单穿，我们里面都没有再搭那个内搭之类的，它对完全不会刺，然后又很亲肤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它长度其实170穿就是围遮屁股的长度，然后它也是做落肩设计的，所以这一个也不会有那个肩膀宽或窄的问题，就也不会显得很虎背熊腰的感觉。